五十了。哦，那跟我差不多。这时候你要说，哎，你看不出来，来说一下。他害羞啦，你不要强迫他们讲谎话，好不好？哎呦，好了好了，用你的眼神看着他。他会害羞啦，对嘛，小女生都会害羞，好不好？那些动物都曾经出现在我们的校园啊，真的，像黑猫咪这样，那种是松鼠。诸位不是，因为我侧面看真的很像黑鼠。你到我的位置，你拍这里，像不像一只黑猫？我们学校还有一种鸟，就是夜光鸟。夜光鸟是不是俗称的什么济公叫？暗公叫，济公叫，济公哦！我怀疑你开黄腔。哦，等一下，济公叫是济公，济公叫济公吗？刚刚你笑太爽了。我怀疑你开黄腔了。我没有讲台语。在这里站过攀树吗？攀树？你说你们爬上去吗？爬呀，不会了，我爬。我可以爬吗？要爬吗？你要爬吗？哥哥要不要爬一下？脚本上没有写说要爬树啊。爬啊爬啊爬、啊！来，我们来看贝公怎么爬树。他说他爬不上去。我们来赌，开始对不对？到来帮你数哦。对，三二一。在干嘛？健身。哇，好帅哦，哥哥好帅！好了，不要闹。注意，你今天要唱生日快乐，就是你人生第一个校园宣传。校园。各位同学，余兴节目是我的校园演唱会，我相信你们都听过。对，就是我本人唱的。对，就他唱的。然后。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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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掌声。几岁 ，uncle？ 哥哥，对不起，对不起，还 uncle 嘞？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喊说加嘛，加嘛，捐出来，什么？我也只剩。欢迎收看《人来疯好菜 Plus》。今天呢是人来疯好菜在过年前的最后一次播出，没错。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企划非常的特别。哎，我们想做很久的企划，真的。对啊，想想我们人帅心又善良，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到嘉义县。是的，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呢，从早上就下来这边。我们现在在嘉义县最北端的社团国小。我们先讲一下它的来历。好的。它有两位名人，两位名人读过这里，是谁呢？林青霞小姐，我们那时候的女神，女神，你们现在小二十。不会啊，台哥的那时候的女神就是蒋素美玲啊，不是吗？是吧？他这样跟我讲的。我以为是慈禧太后。喂，超过分的。然后还有第二位名人是徐乃麟乃哥。乃哥，对。对。可是他们人数其实很少。他们人数很少，只有23位学生。23位，可是他们其实出过蛮多杰出的校友哎。没错，虽然说这里可能比较偏僻，对，然后可能就会导致人口外移，哦，对，然后就会机会就会变少，嗯，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全校大概23个人，是的，23人，非常非常的精致。但是虽然说是这样，可是他们的学校在管理上面以及教学上面还是非常用心，对，因为呢，像因为有些家长上班啊下班可能时间比较晚，对对对对，那小朋友国小小朋友下课大概是几点？4点多。4点下课，4点是不是？4点，哎，4点要不要准时？不用。哦，4点，4点下课，爸爸妈妈可能还没有就是到家，那这时候呢，学校就会帮忙有课后辅导。嗯，那我们就印象中的课后辅导，可能就是上课、上算术、考试，然后打你这样子。哎，我们那时候还要上什么公文数学？公文数学，你有去上过吗？公文数学是什么？我相信有人知道是什么。公文数学有吗？对不对？啊，同一个年代，哇塞！公文数，公文数学是什么？没听过，数学就数学啊，什么公文数学？它是一个补习班的名称，就有点像现在什么 MPV 英文啊那些东西 ，MPM 英文。
MVP 一样东西。然后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下课就是一定要去送那边，然后开始教你背什么九九乘法表。哦。然后可是这边不是。我觉得这边很好，有点像在学才艺班。对。比如说他们会打战鼓。战鼓。然后他们会吹笛子。嗯、吹笛子。你想看吗？啊？止住了。我是说你现在想要做什么尽量在这个时候做嘛，等一下进去小朋友学了明天老师打电话就客诉我们、哦、老师说、欸、为什么你们昨天录完之后小朋友就黑化了学一些很奇怪的语言原本那天真眼神不见了哎呀迟早都会长大的他们会长大可是不会走歪好吗、哦、好吧总之今天我们要送爱心来到社团国小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今天在现场了昨天哥哥他们已经来现场备料了对今天我们就来做爱心然后来帮他们准备营养午餐吗算营养午餐吗还是下午茶他们营养下午茶、嗯、营养点心因为点心因为我想要用一些比较小朋友会喜欢的例如钱小朋友这么喜欢吗现在小朋友最喜欢什么 iPhone 小朋友不喜欢钱小朋友喜欢红包红包你红包跌20块里面他们也开心才不会现在小朋友就小朋友那个厚不厚好不好真的假的哎，不厚不叫你哎，厚了阿姨好哎，不一保了喜爸爸喜妈妈如果你们那时候有看你们要检讨你们自己一包红包里面包20块真的是很夸张钱币不行啦然后还叫我不能花要放在床头多久了包就不错了那你存多久了没有很久因为都被拿去存了啊很夸张耶20块要存什么啦许爸爸许妈妈你看出来走跳被笑没有啦没有没关系没关系啦好不好好平安啦至少现在平安长大是不是而且还长那么高对对对啦好啦总之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要进去跟所有的小朋友一起互动了好吗 Let's go好接下来我们要逛校园了对的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同学一个是6年级一个是3年级要带我们来逛一下校园欢迎两位可爱的妹妹接受这个是3年级的对不对你的名字叫什么彩妍啊好可爱的名字、哦、你有没有小名演员可以吗我们叫你演员好不好好今天我们就叫他演员好演员我叫演员哦真的啦他真的叫演员我真的叫演员真的啊真的真的哎呦你们有缘哦演员演员跟演员我错了 OK 好那你要怎么称呼你琪琪啊叫琪琪好演员琪琪这样子好吧叫谢谢谢谢啊我好像是一个礼貌性的用语哎谢谢 OK 那谁叫我你叫演员谢谢演员然后琪琪我今天很老舍了今天很老舍那就请你们两位带我们一起去逛校园好吗 Let's go 笑了啦不是我跟你讲小朋友他们因为很害羞然后我想说可以让他们赶快融入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很欢乐的团队、哦、想要怎么融入你知道吗怎么样团康来哎、欸、不行不行不行不要不行哦老鹰抓小鸡老鹰抓小鸡哇不可以玷污孩子啦不要叔叔叔叔不可以这样好了好啦他们很快就会你知道放下心情 对啊他们刚刚太紧张了对你有没有吓到这样有没有比较放松我跟你讲哎、欸、哭了反效果反效果怎么讲对啊你不要吓人家不要紧张他刚背面他叫背面杀手你刚刚看他背面还好没有了你不是说你今天要知道礼义廉耻跟端庄吗我会念不一定会做我刚好讲几遍好啦我们出发了往那边走吗还是往那边走好那你们两个带我们走走走演员比较害羞演员很害羞我国小3年级哦也很害羞我也是啊对啊什么都不懂到这哦这是你们学校的大树是吗对这个是榕树已经在我们学校种了60年了我60年的榕树、欸、我跟他没有差很久差五岁 OK 对我们同一个世代的这什么树雨豆树雨豆树雨豆 树, 雨豆树哦为什么叫雨豆树所以它有豆子吗还是而是它那个果实下对啊掉下来像下雨对不对
OK， 我们考考他们的，没事，雨豆树，雨豆树应该是的，就我的认知。好的。攀树，你说你们爬上去吗？那第一名呢？第一名爬到那里有下来过吗？都能下来，都能下来，都可以下来。所以在这样往回爬哦。有用工具？有什么工具？手。云梯车吗？没有没有，就有绳子，然后放下去。哦，这样子，然后这样子。没有，我们不好看。哦，他们是跟着树枝哎，他叫我爬，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爬。我不敢啊，我也不敢，太高了，太高了。你们不会怕吗？上去一开始会很怕，后来呢？之后就越爬越开心。那你那时候参加吗？有啊，你爬到哪里？没有爬到很高。我没有爬到很高，是不是？那演员那时候有爬吗？爬上来这里吗？没有，爬不跟他一样高而已。爬跟他一样高而已哦，哇。没事，我也不敢，没关系。我也不敢，没关系。我差不多，爬一下啊，不会的，我爬。我可以爬吗？可以啊，那个你身高差不多好不好？身高差不多很屁，差很多好不好？要爬吗？你要爬吗？哥哥要不要爬一下？脚本上没有写说要爬树啊。演员要爬吗？爬爬爬。来，我们来看贝公怎么爬树。你说什么？他说他爬不上去。我们来赌。我们三个赌他可以爬多高。你们说我可以爬到哪里？你觉得呢？我觉得他可以爬到那里啦，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枝节嘛，你就在那边坐着吧。爬到那里。哦，你可以爬到那里耶。你都爬到这里。演员可以爬到那里，那你肯定。好好好。可以了吗？可以了，来。开始对不对？到，来帮你数哦。对。三二一。哈哈哈哈哈！在干嘛？健身。哇，好帅哦，哥哥好帅。好了，不要闹，你要又爬啦？真的要跑啊？我敢呐、啊！你小心哎、欸，我们的饭都还没做。哎！好危险！这还要在哪里、啊？可以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济公不要闹了，下来啦，我们还要做菜。是，好危险哦！不用了，要啦要啦，跳下来有点危险。我跟你讲，我打篮球是跳那么高了，真的、哦。走，我们去下一个点，不要再爬树了。好，下一个要介绍什么？是溜滑梯吗？在下课的时候，低年级大部分都会来这边玩啊，然后玩一些鬼抓人啊，可是有时候是会不小心那个跌倒，所以还是要小心、啊。OK， 玩器材的时候要小心，尤其是不要推挤。鬼抓人吗？还要再玩鬼抓人？剛爬说爬树不就爬树？那刚刚又说鬼抓人，有这一趴就讲了。哦好，那我们就往前，好不好？所以他们要推广的是玩游戏之间不要推挤。对，然后安全最重要，对不对？安全很重要。下一个地方是，这是我们的 PU 广场，250尺，这有250尺吗？170，一百七，很小。哎，对啊，像你上次就傻傻的。直接跑1600哭出来。哦，你们学校蛮多树。对啊，好舒服哦。哦，听说你们学校很多青蛙，对不对？虽然著名的是侏罗纪吧，可是抓到大部分都是中国树材。哦，那你们有没有看过蛇？有。你不会怕哦？哇，好勇猛哦！因为你们学校其实最有名的就是青蛙，像我们刚刚。什么最有名的是青蛙？校长哭出来。特色，哦，特色、啊，不好意思，叔叔比较不会说话，你们不要介意啦，你们可以纠正我，很 OK 的，我不耻下问。像我们刚刚在等的时候，比如说你们铃声啊，都会用鼓啊，青蛙的叫声啊，青蛙是下课钟声，鼓是上课钟声，鼓是上课啊、哦。嗯哦，所以我们刚刚他们是要上课了。像现在远方听到的啊啊啊，那是什么声音？鸟叫声。哇，那是鸟叫声。鹅叫声。哇，你们学校附近很多小动物哎。哦，后面有人养一些鹅。哇，我刚刚在跟那个杰林姐姐啊，谢谢姐姐啊。嗯。在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植物？槟榔树。哦，是槟榔树哦。啊，姐妹花在哪里？姐妹花就他们两个、啊。他们不知道啦。水管就是我们通常抓到
水管哪里？水管哪里？水管。那你会，我可以去看吗？走，来，我们 follow 演员的脚步。哦，你说这个啊？哦。看有蛇吗？有吧，这边有青蛙，不就会有蛇？目前没有。目前在里面发生动作大概有6-7个小时。哦。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青蛙。OK， 他们学校真的是蛮舒服的，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从台北下来是很冷的，但一来到这里之后，然后太阳很大，然后很舒服，然后又很多大树，其实蛮好的。对啊，我觉得这个学校的环境让人家很想，就是是要留级几次才能再读一次。蛮舒服的，很放松。没有，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学校是，围墙能多高就盖多高，因为他们就怕学生爬出去，然后会危险什么的。嗯，可是我觉得我来到这边，我不觉得他们是那种我那个年代的那种印象。我觉得那种好像跟其他地方都融为一体，然后没有那种拘束感啊，感觉很自然，然后跟自然生态一起成长的孩子们。对，如果我有小孩，我也希望他们来这种比较没有可以接触大自然，然后学习到一些，可以学东西。然后比如说他课外课后啊，可以教一些比较才艺的东西，那比较有帮助。这倒是真的。对，还好这时候已经没有公文数学了。不要再提公文数学，他们也不知道。好了，那我们前往下一个地方。通常校长都会讲多久的话？其实不会很久，大概2小时。不会，没有到小时那么夸张。哦，你们校长很年轻哎，对不对？对。对他们来说应该，对我们来说是很年轻。可是我印象中，我那时候读国小，好像校长也有那种50-60岁。刚刚我们遇见他们的校长，感觉看起来像40出头而已。好像跟我差不多。对啊，校长50了。哦，那跟我差不多。这时候你要说，你看不出来，来说一下。他害羞啦！你不要强迫他们讲谎话，好不好？哎呦！好了好了。他会害羞啦。对嘛，小女生你们不要闹他啦，好不好？哎呦！我们要上司令台了。哦天哪，这是一个不好的回忆耶。怎么会？我以前都唱司令台颁奖的时候。我也是，我有被叫过司令台被骂。真的？真的，因为太皮了。是是，我小时候真的太皮了。看得出来，小霸王，对不对？嗯，真的。放在家里没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画在墙壁的猪罗树蛙。侏罗树蛙不是故意啊，他要把麦，叔叔要把麦给你收音，不要怕。然后上面这些动物都会曾经出现在我们的校园啊。真的啊，像黑猫咪这样。没有，是松鼠。对，不是，因为我侧面看真的很像黑树。不是，你过来，你到我的位置，你趴在这里，像不像一只黑猫？蓝色鸟，你说想要赢我讲色情的话，那你可以哦，可以，他一定是。我错，都在这边，你还要说开这种玩笑？这都是你们画的吗？对啊，这是老师画的还是你们？就是学校请来的人画的。哦，学校请特别请人来画这样子。然后我们学校有时候会出现独角仙。独角仙呢？哦，这个是蚱蜢吗？蚱蜢我们学校也有。哦，啊，这个是金龟子这样，瓢虫，瓢虫。真的？真的假的？出现猫头鹰？天哪，好好哦！我们真的是野生猫头鹰，真的假的？我们学校还有一种鸟，就是夜光鸟。夜光鸟。夜光鸟是不是俗称的什么济公叫？暗公叫，济公叫，济公哦！我怀疑你开黄腔。哦，等一下，济公叫是济公，济公叫济公啊！刚刚你笑太爽。我怀疑你开黄腔啊！我没有讲台语。我传，我也怀疑你开车。我没有。还有蛇，我们看到还有蛇，那是蛇对不对？OK， 好的。等一下，我看到了一个，这是牛对吧？
你现在开始怀疑自己了。刚刚太丢脸了。左下角的是什么呢？这个猫咪，猫咪，猫咪。好的，小心哦。那我们现在再到下一个地方。哇，好多青蛙哦！转角遇到蛙，哇，好多不同种类的青蛙哎。青蛙它的背后都是绿色的，肚子是白色的，嘴巴这边有一个白边。它的特征是身体边缘有镶白边哦。哎，他们把那墙壁画得很漂亮，顺便教学。这些都是你们在你们学校可以看到的青蛙们吗？那你们最常看到的是哪种？这个啊，台北树蛙。哦，中国树蟾。这个台北树蛙刚刚是不是有你们有提到过？没有啊，没有啊，我们就听到。哦，我一直听台北树蛙，还是我想回台北？它龟心事件呢、啊？没有，我们这时候教你们龟心事件。龟心事件，所谓的龟心事件就是他想回台北了，一心想要回家，别乱讲哦。然后我们学校一些小朋友之前抓到了面天树蛙，它的特征呢就是背部有 X 跟 H 的这个字母。哇，所以如果被他们咬到会变 X 战警吗？不会。所以 H 是我不知道，我不要接你的梗，请自重哦。一直讲完就回头就看到李一莲子，所以今天来是叫我叫你在那边抄一百遍李一莲子，然后要站罚站，然后在那边站，然后念一百遍李一莲子。两个小时过来之后，校长就会说你现在领悟到了什么啊？原来看久了会斗鸡眼。再两个小时。好，琪琪然后跟演员两位带我们逛了小学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去准备好吃的下午茶给他们吃，那我们就要从23位同学里面挑出10位小朋友跟我们一起走吧，走吧。大家好，我是新来的体育老师。我是校长的女儿。等一下，我们要选10个小朋友，10个同学跟我们一起去做料理，那就由这位哥哥来选出这10位优秀的同学。想去的举手。想去的。哇！大家都想去哎。You 啊！你那个手速快到我看不出来你选谁，他们就自己知道了。因为我是闪电球。走吧。等一下回来抽考，抽考什么？好好读书。Let's go！ 哎，跟叔叔挥挥手，挥起来，各位，挥起来！现在我们在这个他们学校的厨房。是的。那呢，要由你来帮我们分配工作吗？没错，当然了，我是主厨。OK。主厨最后就是分配工作。首先，我们一定要先把手套戴上。没错，来，你们都是小手，对不对？一个里面有4个，那你们帮我分好不好？那这边呢，小队长也帮我分，就是你当小队长了。不要。哎呀，有个性。你最棒了，6年级。大家等一下都要把手套戴着，因为我们要开始做菜了。大家都要戴好没？那我来分配大组长。好的。哦。分配公主来带领这些。什么公主？你不要这样，网友要说什么？我是不是有公主病？哦，我没有哦，没有，好吗？没有，我没有。首先呢，我要请你打蛋，打蛋，然后把它打进去，然后打散它之后呢，再把面粉铺平，因为我要调味。那时候你铺，我再请你过来，请我再过来。好，那我跟 Peter 就会在后面处理生食的部分。好的，好不好？那这些部分都交给你，没问题。面粉用完之后，我调味完之后，这样再请你帮我沾鸡肉，把它沾在那个面粉上面。OK， 好好，没问题。然后要用 dry hand 跟 wet hand。OK， 左右手，湿手跟右干手。湿的跟干的。为什么湿手呢？因为对方的手，就是因为对方的攻势太强，我们已经湿手了。好，这时候就笑一下就好了，笑一下。哈哈哈哈好了，然后我们您就后面了。我先去后面嘛。准备，我在这边准教大家。好 ，Peter，Let's go。那接下来我要分配给你们工作了，好不好？
平常有在家里帮妈妈打蛋的举手。哎呦，好，你是不是看人家举你就自己举？不是。你有打过蛋吗？有啊。骗人。有。卖给。有。打到蛋。那你有打到把蛋打到完整吗？什么蛋？就是把它完整，没有蛋壳下去啊。完整。很完整吗？没有啊。没有，那你就不可以哦。我要很完整的。没有，那就一二三，然后四五，在这边，交换位置。哎，对。啊，另外的过来这边。那现在呢，我要交代大队长。你是这一组的大队长，等一下拿剪刀把这个面粉打剪掉，然后呢，两包倒进这里，不要洒出来哦，好不好？这就交给你们了啊，你们就跟大队长一起做，好不好？你在这里呀、啊，你进来一点点，你站到他后面旁边一点点，这样子拍不到你啦，你进来一点。好，这边的同学注意，等一下你们要负责把所有这边的蛋，不可以把蛋壳丢进去哦，你要负责监督他们，不可以把蛋壳丢进去，好吗？你要做事啊，你要一起啊。你不能打，你就在旁边看，你帮我监督大家有没有把蛋壳丢进去，好不好？你是班长，可不可以？这样也不要，再说一次，要不要？要啊，这样就很棒，你很棒，有前途。所有的蛋都要打进去哦，然后打进去之后呢，我们等一下再一起打蛋，好不好？准备好了，两边都 OK 了吗？剪刀在这里啊。哎，这是剪刀吗？啊，怎么打？哦，很好很好。哎，我不会。Peter， 这个怎么开？哎，好帅哦！给 Peter 哥哥一个掌声。好了，来，队长。要给你了，不可以撒出来哦，好不好？来，那你们这边开始，我跟你们一起。哎，有没有？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蛋了，好不好？而且我觉得你要撒到很可怕。蛋壳来，蛋壳放这边，后面有一个垃圾桶，大家一起放这边。把它倒之后，我们要把它压平，这样粉才不会倒出来。刚刚Fred哥哥有说要把它铺平，好，那再倒第二包，班长。我们尽量，虽然说等一下打散，但尽量打得漂亮，好不好？哎，你们很棒哎，你们都没有把蛋壳打进去哎。很棒。被训练的够啊。OK， 妈妈教的很好哦。没人教。没人教啊！哇，你们真的很独立耶。新时代女性哎。我是看妈妈打。哦，你是看妈妈打的就学起来了，哇，你们好棒哦。好，你们剩下最后六颗，面粉都跑出来了。我刚刚是不是说面粉不可以跑出来？班长，你要帮我监督好啊！你看你这样子就会，你看一看又洒出来了，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不可以让它洒出来，啊，我们把它铺平，因为等一下费德哥哥要来检查，轻轻的就好了。好，那你们这边已经好了对？好，可以洒。是谁？你刚看到是谁？你有没有？我不是叫你监督吗？你没看到？好，那我就把它拿出来了，有个蛋壳。OK， 没事，还好还好，一颗而已。还有吗？好，现在我们要打伞，你刚刚都没做事，对不对？这个重责大任给你，你会不会打蛋？你会不会打蛋？会不会打蛋？你这样子，我想你不会啊？你要不要玩？打啊，谁会最会打蛋？好，我看看你会不会打蛋，你打给我们看。这边铺皮就先放着咯，好不好？我们要以干净为优先啊，不要。他说我这样子压蛋很爽。什么样的对话？校长看完这一集落泪。我的孩子们怎么了？一定是费德教的。有没有？校长，本来你的学生就这样。来，我教你们打蛋，请你们应该有看过家里妈妈吧？顺时针，对，你看我们就这样一直顺。这样打一打会飞出来？不会啊，你要把你的终点放在低端，没有，把它重心放低，这样一直打，就不会喷出来了。试试看，你试试看，来。然后加油。来来看。不行，那你换你。好像还有一颗蛋黄没有打散，等那边。对对对对对，你再继续维持这个完美的动作，继续慢慢打。这边也好，对不对？费德哥哥，我们这边好了，他们做的好吗？不用铺作品了。他们每个都在拍，很可爱。好，来，我撒一点盐巴。好。全到了。全到？真的假的？吓我一大跳，我以为真的。你吃辣吗？不吃的。这
要小心哦，不要把它溢出来哦。然后我再加一点点的黑胡椒。胡椒也可以。好了，我觉得这边已经可以了。来，我们可以先放在旁边，让它摆着。这样也不行，让它消化。对，让它等一下。胡椒可能一个太多啊。不会，我们的量很大啊。小朋友们可以退后一步哈，现在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打喷嚏，你们可以退后一步哈。退后一步还做健康啊。明明就嘎嘎讲的，我只是把它讲出来而已。我在引导，其实蛮看人讲。皮蛋那个，帮我加一点面粉。好，我们拌一拌哦。然后它这就是它主要的香气跟味道的来源。好的。有碰到你？有吗？我已经很小力了耶。这样就好了，你拌一拌。来，姐姐，你拌一拌之后，然后拿鸡肉沾。直接沾吗？直接沾。那蛋黄的部分呢？蛋黄部分我等一下要炒炒饭用的。好的，刚刚谁没做事？到了吗？好、OK， 我们抓到了没做事的人了。来，你过来。来，我教你，你拿，你先拿着。啊，我也拿着。这个很简单哦，你看啊、哦，我们就放进去，把它沾一沾，成这样。等一下我们要拿去炸的，沾一沾，然后放到旁边，这样可不可以？来，你做一次给我看。对，把它埋进去。然后把它拿出来，稍微抖一下，抖一下，对，把多余的粉抖出来，然后放在这边，这样可以吗？啊，我们一起做好吗？哎，耍酷哥，耍酷哥，要不要一起来？要不要？哎，你要不要回家？要不要回家？你要不要先回家？朋友先回家，要不要做？要吗？好，是 OK， 好。他很能烧，他要用这种方式对待他呢。来，你试一次，你刚好看到我们怎么做哈。进去，然后这样子，要稍微撒一下。对，因为我们东西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分成两边，好不好？等一下，第一个人沾完，沾完放，然后就往最后一个人走，这样可以吗？可以。好，来，小班长，你站第一个。等一下，你是一个，好不好？国善，可以吗？不是国善。哎，我不 care， 还在欺负小朋友。好了，你最棒的小可爱，来，你第一个，来，准备好了，预备，开始。第一个拿了之后，然后沾粉。好，那你等一下，你就把你的第一个放这里，对，放那个空盘。好，好，放过去。下一个。啊，我们彼此要帮彼此监督，看一下他有没有把粉沾好哦，好不好？好，换下一个。我们要看一下左队跟右队哪一边进行的比较快，我们要是一个 PK 赛，等下肌肉就会散在地上。好，换下一个。很棒，他也记得有撒一撒。好，换下一个。会不会他们今天就做完这些，然后开始明天的志愿就是卖鸡排？快做，对不对？很像在卖鸡排，超赚的，各位。哇，你是要怎样做一个城堡，是不是？好，来换下一个。还有半锅，大家加油！还有半锅，我们继续做下去。那你们现在在这边做，然后我去旁边把面包打开，因为忘记切面包了，好不好？加油，小班长要帮我盯着哦，好不好？Fred， 我们那边还不错，你呢？我们这边也不错啦。哎，你这个 Pussy 很帅，很帅哦，很帅，我觉得还不错。对、欸，好久没这样煮饭了。所以你以前怎样有这样煮饭啊？大锅炒。我们之前在不是啊，类似啊，但也是煮大份的、哦，比如说在那种 buffet 啊那一种都会。你现在煮的是等一下热狗堡里面的酱汁吗？对的，酱汁。OK。酱汁 ，last name 汁。然后刚刚那个热狗的部分 ，Peter 已经穿烫了。对，然后现在的话，我们现在这个酱差不多了。嗯。那我等一下呢，就是把它舀起来之后，然后我先叫 Peter 先炒饭。然后炒饭之后，我们上面再铺满牛小排。奢华下午茶，一定让他们吃饱，然后看明天早餐。心满意足。早餐可不可以也不要吃？就直接还让他们也打包，爸妈一起吃。对对对。然后它里面呢，我们用了猪脚肉，然后用番茄底为底。然后我没有加辣，因为他们比较不太敢吃。不吃辣。但是我加一点黑胡椒粉，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应该可以啦，我觉得。重点过节日就是一定要有肉桂粉，所以我加了一点点的肉桂粉。一点点吗？因为有些小朋友对过敏，对对，可是是会过敏。哦，会过敏哦。肉桂粉是会过敏的。真的假的？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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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但等一下我们要问一下，他如果他对肉桂粉过敏，就加吃面包就好。对。小朋友又哭了。没有面包夹那个热狗。哦，可以啦，还是可以啦，还是可以。那你就继续弄这个吗？那我需要帮什么吗？你就继续去帮他们。有，现在他们已经快完成了。哎，这很快，他们很棒，他们很棒。我刚刚听说他们要卖咸酥鸡。没有，我说他们这样子做完一套之后，可能明天就会说，老师，我想要当鸡排的那个老板呢，开始卖鸡排。好啦，但我继续忙啊。好，你继续，我继续监工。对对对。还有 Peter， 对，欸，还有我，啊，哦，还有你，对，也很累，对，大家都很累。嗯，好了，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菜色。好，左边呢，我们是用炒饭，上面用了牛小排，嗯，然后去做了一个黑胡椒的烩饭，在下面是炒饭。对，那这边的话呢是比较美式的炸鸡，所以我们沾的是奶黄酱，是，然后它里面有甜酸酱在里面。嗯，然后热狗的话呢，我们这边配的是番茄的肉酱，好棒，然后最后我们会在上面再撒一点点的 Oreo， 他们最喜欢，对，因为小时候小朋友喜欢吃甜甜酸酸的东西，所以这道菜呢，我相信你们会喜欢。OK， 好，所以。请你们排队来吃，后面呢还有饮料，然后你们喜欢喝什么都可以拿，但是只能一人挑一罐哦，不然其他同学就没得喝了。对，然后这罐是我的哈。等一下，刚好冷静哦。需要饮料。嗯，然后小朋友等一下来排队的时候，记得把你们的碗都带来，好不好？因为东西有点多，所以两个碗有两个碗就带两个碗来，这样好吗？一小队请排队一碗好吗？好，这样子会长得又高又壮。妹妹等等，来，我帮你用这个酱啊，你要记得去选饮料哦，好不好？下一个，后面饮料赶快拿。有，我每个都有用酱，这个没有。来，那个还没有轮到我这边。要记得去拿饮料哦。后面的妹妹先给我你的其中一个碗。来，吃不过再拿哦。等一下还有热狗哦。对，小可爱就是你们这组来。他叫我不要叫我叫他酷哥啊，我得叫他小可爱。他现在比较有反应。那一组。你那个吃脏饭。好，来。你好棒。下一桌。来，下一桌是六年级的，是不是？换你了，班长，小班长来。没有了。你们有啦？哎，轮完了。轮完了。还有谁没有拿到吗？大家赶快吃哦，因为你们吃完，我们还有热狗堡，好吗？那你们老师还是教师们不吃吗？请到前面来。什么时候轮到你？热狗用用啊，老师热狗用用。老师，你到这边，因为热狗堡一起给你。好，谢谢。我们都给两个。因为它下面是空的。这个不要，一个就好了。老师要沾酱吧，沾一点点好不好？谢谢。老师，它下面是空的。谢谢。下课的声音。下课就敲我。对吧？下课的声音。我吃完了，可以来前面拿热狗堡哦。你在跳舞吗？很热，我都流汗了。我在跳爬聘哦。谢谢你们，你们今天也很棒哦。吃不够赶快来哦。对。你已经变成手工阿姨了。叫我叫手工阿姨。手工阿姨她在戴手套，她要坐着呢，还坐着。跟我家庭代工阿姨。他有纹身贴纸啊，他那个纹身的纹身袖套。啊，可以让我 cue 你生日，叫你唱生日快乐歌。北七哦。
很少听到你这么不愿意。我没有不愿意啊，我只是让你哎。注意，你今天唱生日快乐，就是你人生第一个校园宣传。哇，校园的，你的哎，人生履历又打勾了一个。不好意思，各位同学，余信节目是我的校园演唱会。好。为你们带来我的单曲。费德哥哥最近出了一个单曲，好吧，回去跟爸爸妈妈讲。对。我相信你们都听过，对，就是我本人唱的，对，就是他唱的，对，来，要起个 key 吗？五四三，五四三二。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热情掌声！几岁 ，uncle， 哥哥。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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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 uncle 嘞。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喊说加嘛，加嘛，加嘛。捐出来，捐出来，捐什么？我也只剩不能说，哎，还没有热狗的。还有没有要吃？哎呦，看来大家都吃很饱，吃很饱。我们今天准备超到超多超多的。我忘记他是小朋友。我们以我们的量，忘记了。我们团队的量吃完二十几个。小 S 哎，这团十人吃完了，不用急啊。我都胖成这样子。好了。圆满。吃饱了吗？吃饱了。不要客气哦，可以包回去哦。大家觉得好不好吃？希不希望我们再来？希望。王，大家觉得好不好听？还好。想不想再出第二首？第二首就是国旗歌了。没有，你第二首可以台语版。哦，台语版。然后第三首中文版。那个祝你福如福寿如东海。下一首。不能的青年。好了，谢谢各位。那你们继续慢慢吃，好不好？我们稍微收一下。圣诞快乐！好的，今天呢总算大功告成，小朋友们吃得非常的开心，其实我们两个也做得很开心，其实看到他们开心其实就蛮开心，就是很满足，觉得他们的微笑，然后就觉得哇，一切就算再辛苦都觉得 OK。 对啊，你现在看我们节目做这么久，然后第一次来做这种活动，我都快哭了，真的就滴不出来，演技不好，来我呼一巴掌，滴不出来，我这年纪就是会滴而已。哎，注意，现在是一个感人的时候。但是当然，我们也要很谢谢全联佩华基金会给我们这个机会。那他们长期呢，会跟一些比较偏远的学校啊，偏乡小学、偏乡小学啊，社福单位啊，对，然后就是资助他们一些，比如说下午茶呀、早餐啊，让他们在成长的时候可以过得很开心。不会受限这样子，就像我们今天来，然后帮助他们，然后他们可能吃得很饱，明天又很开心的继续念书。对啊，我觉得，而且这个年纪其实是最天真无邪的，你不管给他们什么，他们都会给你最直接的反应。最直接的反应。最直接的反应，像刚刚就有人说觉得你怎么样？没事。你不要骄傲一些有的没有的啦，好不好？没有，我刚刚本来想 Q 他们说，哎，我们谢谢2005年嘛，就他一问他们，他们都07啊，08年出生，对啊，2007，二零五还没来得及参与啊，真的，他也不知道是谁，我可能访问他爸妈比较快一点。2005是什么？我只知道2007，2007前后的我都不知道。啊，总之今天非常的开心，好不好？圆满成功，圆满成功，真的，再一次谢谢今天的全联佩华基金会，是的，谢谢你们。
也谢谢你们一直让这些偏远的小朋友有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回忆，让他们常常吃饱，然后很吃、啊、对呀、啊，哦，好好哦，真的有 Fred 哥哥煮的菜，好幸福哦。对，哥哥有点心虚。积功，谢谢 Fred 积功，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为更多的小学服务。好，也希望大家今天呢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收获满满、嗯，好不好？帮助更多偏乡的孩子，在他们成长的时候更加的开心。总之，下个礼拜请持续锁定我们人来疯好菜花式，我们下礼拜见，拜拜。啊，这个综合蔬菜其实跟猪肉蔬菜长得很像，就是都多了那一条油带，但它没有白边。对对对对对，还有白边，但其他完全长得一模一样。哦，它是这个数量比较多，对，好可爱哦。然后校园里面就常常出现，那猪肉蔬菜就是它数量比较少，因为其实它是保育类的，它会比较少。哦，就是它比较绿的那个是。对对对对对，最常见。你要去看水管，其实不一定是水管。只要有积水的都有，都可能会有会发现这样子，所以我们学校小朋友就是他们就是知道说你们要，他就马上就有人自己动手去马上放，这是观察盒，然后他们观察完以后我们就让他观察，哦，放回去，所以积水的地方都会有，对，其实只要那我的膝盖会有吗？老或者是老了膝盖积水，或者肺里面会有吗？喂，不要乱讲啊，健康平安啊。大概有四种青蛙这样子，哦，好特别。但是我比较倾向是环保，就是说大家观察完就这样很好啊，自然生态，不要破坏它。好可爱，很可爱，好小只哦。它最大就这样，还差不多是这么大，可以稍微大一点点，但是其实它的体积不会大到多 OK， 大概就这么大而已。最大的是这样子，它母蛙比较大，公蛙比较大。那怎么分辨母的还是公的？来，谁告诉我？怎么分辨母的还是公的？分辨母的公的，来，有分到的。那像这样子算大的还是小的呢？小的哦，所以它可能是公的。看它，啊，如果它天生胖呢？看它有没有，看它有没有命啊？看它有没有命啊？哦，这边哦，没有呢。哦，对，那老师。你那个是给的哦，给的哦。阿公还有阿公，阿公阿公阿公，不好，再一个撞你了。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他很厉害哦，你注意看我转的时候，他会跟着，他会跟着转，会这样转的。对啊，他会定一个地方看呢。对啊，他的定义是什么呢？也不是向光啊。他头晕吧？他不想看你们。哦，怎么样转都，哎，他不想看你，他不喜欢你面。我怎么样转他都不看你。看我。看我有啊，这样看啊，你看他很想要退后，因为他发现有美景，你知道吗？好的好的，审美观念有问题。好了 ，OK OK， 走，咱们大家去做乐狗堡了。带他去做，就把他压在乐狗堡里面。走走走，我们一起走。谢谢大哥，谢谢。你这么给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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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老师会再跟你们说，好吧？ YouTube 要订阅，订阅我们，订阅杰林，按赞 Fred， 对，小铃铛打开哦。